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做一道面包糠豆腐条，希望你能够喜欢。准备好豆腐一块，鸡蛋一个，加入清水没过豆腐，加入半勺盐，浸泡五分钟，豆腐不容易碎。磕入一个鸡蛋，加入少许盐。也许争不过天与地，也许地下玉米淀粉三勺，也许六月雪要飞进心里。面包糠五个勺，会有玻璃墙出不去，一生与苦难做邻居。豆腐切条，伟大时光已夺走你什么。加入半勺盐，半勺鸡精，腌制五分钟。豆腐裹上一层玉米淀粉，一层鸡蛋液，一层面包糠，油温烧至五成热，加入裹好的豆腐条。中火炸至三分钟，金黄色捞出。不见底，灵魂在逃亡无处去，现实像车轮，我是只蚂蚁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川子。豆腐新吃法，面包糠豆腐条做好了，酥脆可口，做法简单。喜欢小川子的视频，可以在视频的下方点击一下关注，每天一道特色家常菜，提升活脚技巧。谢谢大家的支持。